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月20号中午12点，因为晚上我们公司开业，所以晚上有一些应酬要做，我们就临时决定提前到中午直播。今天中午有一些新的活动啊，今天有一些新的活动，我们来把它干掉，也是预算3000。今天是倒数第二天，所以且看且珍惜，明天我们就最后一天了。现在这个等级才244，晚上南岸星没有帮我打这个 boss， 所以今天白天我打了这个 boss， 但是没有打完。其实还有很多 boss 没有打的，这里这个 boss 其实可以进去打一次。这里面可以切换一下，切换一下这个场景啊，这三个地方都有人了，那干不掉了。这个 boss 还抢不了，这里面其实刚才那个 boss 会给那个什么仙人石、神人石的碎片的，就一定会爆，超级爽。我们这个 boss 别的 boss 我看一下，小精灵，小精灵还是让我去揍一下的。因为每天都得要揍三个五星的小精灵，今天我才揍了一次。哎，看到上面有人的，有人在这儿，我赶快去抢一下。这里中间会一定会有一个五星的，对吧？把这个怪给抢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准备开始看一下今天的新活动，准备开始充值吧。十个好礼，走你！今天有什么？今天这个叫做什么？炎魔邪爪，无尽炎魔的专属邪爪部位。这个是新解锁的，类似于天神，类似于四象，类似于妖猴，对吧？他的那个装备仅此而已，其实不怎么给力，但送四个装备也还行吧。直接充值，走你，领取一下。这里送的是金元，今天其实就是那个新的天神。十个好礼先买完，328的也买了，6块的，还有2194，30块钱。后天开始这个游戏我们就不玩喽，到时候我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想法，就是我打算做一次这个回顾的视频，把破血刃里面特别特别精华的部分啊摘录出来，做一个很短的视频，到时候我觉得会非常的精彩。我希望以后做这种游戏都做一个回顾的视频会很好。哇，648给888，其实也就给20%吧，我估计其实和我们直冲没什么区别。好，打完了这个 boss， 看一下这里还有小 boss 吗？哇，还有两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顺便找一下，还有一只五星的，五星的就在这周围一圈。最后一只五星 boss， 你给我出来！四星，哎，五星的在这儿啊，他就是在这么一圈，他不会在最外一圈。Renaissance， 好，我们先不管，然后再来特权合集，这个是26天后过期制度特权，4天后过期消费王者，4天后我都不用管了，不用管，我们直接领五折扣看一下，这个已经是激活过的一套领五，所以也不用充了。你看这右下角这里，大家可能没有注意看。右下角这里显示的是已经激活，对吧？这8个就不用买了，但是有个扭蛋的好礼，这个扭蛋的好礼还是可以买的，来领取买一下，打包带走，328走你。然后我们再冲一个648就差不多了。晚上还是希望南星帮我打打呀，多打一打，主要是多打一打这个15阶的 boss， 15阶 boss 给的这个经验给的非常的恐怖。我们还有20分钟之后记得我提醒我去打一下这个 boss 吧，到时候可能还要做这个答题。最后扭蛋也买了，对吧？我们直接直冲一个648。好 ，VIP 礼包开始领。今天我们去做一下这个天神，然后再买一下这个扭蛋。这天神我们看一下这个锦鲤寻宝有新的寻宝吗？幸运扭蛋是什么啊？幸运扭蛋有一个新的，它是做子孙属性加10%的，这个大奖一般般。但是这个里面我想要把它们全都抽完，对吧？上次还送了一些这个扭蛋的，上次的扭蛋还没抽完。区二妄图，有人叫我区二，其实。我不去了，牙仙叫我去刚才的那个 boss， 就是精灵谷的第二个 boss， 我看一下吧。精灵谷切换争夺模式，第二个 boss 我看一下，这里有个敌人对吧，叫做权益书，这个哦，权益书被我打死了，他走了啊。权益书是不是牙仙的小号啊？为什么我来他就走了？就是这个活动这里设计的有一个小的 bug， 他右上角显示的是活着才能拿奖励，死亡立刻转移。我昨天和前天揍别人来这儿抢别人的 boss， 但是他只要一复活，这 boss 的归属还是他的，这个归属一直不是我。我觉得这个游戏里面有 bug， 小小妄图，欢迎。其实我们今天我还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活动吧，就是我们到时候来讨论一下这游戏啊哪里设计的不太好，妄图花了那么多钱，对吧？在这个游戏里面花了那么多钱，有一些不错的观点，我觉得那些观点真的是价值连城，也希望啊有一天，哎，空间不足发到邮件里面，希望消费，消费没有搞完，消费的话一个是扭蛋，一个是这个啊这个先领取，领取不了，
先把这个神秘商店的神秘商城的这个美丽包买完。啊，这个也不让买，都是需要清理背包的。我的天，不好意思，今天白天我确实比较忙。我今天早上传了两个视频，还不错吧？传了两个，只能随便打造一下了。半个月没见那么风骚，那可不是盼着大官人您来嘛，对吧？太久，这个不够吸引人。之前直播不够吸引人啊，特地浓妆艳抹，等待您的大驾光临。所以你以后经常来看我，好不好？啊，又是一个85的，好，再锻造，再升级，再升一大级，加17万，这个不太行，不太给力。好，宝箱看一下，现在有这个位置了，走，我们去消费。啊，研磨装备随机的搞了一个，感觉研磨装备好像会比其他装备要更好看一点，有这样的一个错觉。开了开了。哦，对了，突然想到，昨天我康斯塔牙签我们一起做了一件事情，啊，这个 boss 死完了。其实可以切换这个模式，然后再去打这里的这个 boss。看，哎，我点太快了，我习惯性就是打完就立刻点。他刚刚是给了一个碎片，还给了一些其他的好东西。碎片大概是排第六七位的那个样子。到时候看视频的话，可以回去去看一下。这里元宝用一下，我给哇元宝好多元宝，哇好多999，一个100块呢。点完，对，中午就直播了，晚上有事儿，非常抱歉，晚上不能准时直播了。修为、荣誉、银票自选，好看一下。好，14阶的。哎，还有一点比较可惜，就是15阶的那个坠子那个项链啊，没有能够激活，有点可惜的。来给大家看一眼这个副本，有个多人副本，这个阵法之路我昨天和他们两位一起打，把这个都终于打通关了。你看93、94、95，我们是等那个大招，我们的大招好了之后，然后三个人一起进去打两关，然后又打不过了，然后又出来再等一个这个大招。好，这里他还会提醒，你看这里显示的是解锁9宫阵，最后100关之后就没有关卡了，100关就通关了。解锁一个9宫阵，待会儿我们去研究一下9宫阵是在哪里。这里领取一下这里的奖励，有点厉害的。9宫阵，明月岭，9宫阵是什么个鬼？它是在这个功能是在哪里？是在灵气吗？好像也不太像，就奇了怪了。啊，到时候我们再研究吧。先玩着瞧，把上面的这一排先领完。啊，这又是充值第一天开始，我怎么感觉这游戏有点卡了？我发现这游戏优化不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硬伤。美丽包先买完，我用我之前的那个安卓手机，就是黑鲨3 Pro 的这个手机，我现在用这个手机玩，刚进来5分钟就直接卡退了。就是我那个手机其实也不是特别垃圾的，但是玩这个游戏很快就卡死了。这个手机要比那个手机好一些，但是玩半小时也会卡死，所以这个游戏最大最大的硬伤，我觉得，就是游戏优化的问题。再来领取，然后神秘商店我们随便刷一下吧。神武岩石就想买这个，别的我都不想买。神武高阶也买了吧。黑金不需要，神武圣甲高阶岩石买一下，2折的。好，5块钱再刷新一下。圣甲高阶这个5折的不需要买，2折我觉得还差不多，我就需要一个一般的那种。哎，这里沉默98块钱买一个这个技能。哎，神武岩原石、圣甲原石这两个2折、4折，哎，都买了，这几个可以的，再刷我就不买了。然后再来再打一个，3个随机单开了。上面小冲送礼还没有做完，小冲送礼领取完，好了，然后天天返利领取3个。之后几天他邀请我，不是打邀请我，应该是打什么副本，等等吧，等我们打完这个，然后福利起伏一下，再来一个签到。好，第11天，就是第41天，没有毛病。有关属性单，他游戏里面有人问什么时候合区，什么时候合区不清楚，我感觉好卡啊。这个一会儿只能重启一下游戏了，没有别的办法。神域征战，我看一下这为什么有红点，有个奖励，领取一下。哦，御剑飞行的 BOSS 今天还没有打哎，突然想到，这里人有点多哎，搞得我都卡了，完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重启一下吧，这 BOSS 还有53血。好，进阶单搞一下。我感觉今天这个牛肉还是不少，老板又进货了。这些酸子，他刚才说啊，真当这种人是真冲啊？哎，朋友，这头条收入35万，对吧？也就是去年3月份才开始的，
这个你眼红不红就问你，对吧？然后游戏，我光一个斗罗我就赚了16万，就除掉我自己花的8万，我还赚了16万，就问你酸不酸吧？好吧，妄图如果没有这个实力，不可能来这儿氪各种各样的游戏，对吧？符文卷开一下，先一定要搞到55亿战力，这个是最基本的。我们现在先抽奖还是先做什么？我想想啊，其实 boss 没有打什么东西，我们领一下邮件吧，清一下背包，然后领一下邮件。啊，这人还是太多了，我们设置一下画面，设置成这个极速，现在是完美画质，这极速应该要好一些。哦，寂静是刚才买的这个技能，但要160级才可以。下一个游戏选好了，选好了呀，远征二，远征二官服搞起，对吧？这个有人一直有问题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就一直干就完事了。干到最后，他只能一直那儿酸，他也做不了别的，对吧？甚至他在心里已经把我强奸了100遍，但是他实际上在实际的生活里面，他却对我无能为力，只能默默的一边看着我视频，一边觉得真香，然后一边在这儿喷口水。这样人实在是太可怜了，我们还是不要太欺负他，好吧？我这样太欺负人了，说实话，这样有点太欺负他了，还是应该给他留两分薄面的，对吧？这喷子每天进来受虐也是没谁了。好，这里再开一下。哦，这里 boss 就全部打完了。左边虽然还有一个已出现，但其实这个是假的，这个已经全部打完了。妄图最棒啊！谢谢你送的礼物。然后再来一个璎珞，再加个150万战力。好，150万，准准的。好，现在可以出来。这个康斯坦要不要带我去？哎，查找队伍。接下来我们就先整理一下背包，然后准备领邮件了。哦，这里龙印可以升一下级。看一下这个背包，空间还是很多的，对吧？空间还是不少。这个铃铛是什么？玉龙骨。哦，这是用来兑换的。今天是20号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今天我们得要把这个兑换完啊。这里能不能啊？都是150兑换的，其实我又用不了。玉龙神靴这些我全都满阶了，已经十阶了，不需要了的。三杯金药水兑换两个吧。风系祝福石99。啊，这个可以全都兑换了。擦，这个要点700次吗？大家给我1分钟时间，我1秒钟点10次，1分钟就点完了。这么有钱不去玩大厂游戏吗？麻烦去看一下我的视频，麻烦去看一下我的这个哔哩哔哩的文章，好吧？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，30分钟的视频，该说的不该说的全都说了。如果对于我还有疑问，去看视频。连30分钟视频都不愿意看，不愿意了解我这个行业就瞎喷，那你就直接被房管大家禁言，好吧？这个没得说。我是不是真的点很快啊？这个游戏我觉得第二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这个祝福石，它风系的祝福石要换火系的是1:2，然后火系再换另外一个是1:2，就是那些服装解锁越来越难，它是那种呈指数级增长的难度，非常非常的困难。本身这个风系祝福石即便是解锁了加一个套装也加不了多少战力，现在也就只能加个几十万，对吧？一个套装好不容易搞了好多好多什么其他的祝福石的套装，解锁一个套装也就只能加个10几万战力，但是这个套装要以指数型的方式去获得就太难了。所以我是觉得那个服装好多好多都没有搞，我只搞了这个第一套的，后面几套都没有搞，我觉得这个是他这个游戏设计的一个败笔。然后第三个，老王图觉得这个游戏特别应该改变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这里进阶的这些地方啊，这个蓝灵果什么这些都没有到这个上限，对吧？应该是暗器神兵这里，对吧？你看一下这里这些都满了，你说我好不容易氪金，我氪那么多钱，好不容易搞了很多的这个梅花针，搞了很多这个手里剑，结果却不能用，这个真的搞得非常的二。他这里是说啊，把这个等级升到200多少级，251级之后增加这个使用的上限。他这个其实不是很 match， 他要么是把这个升级的难度降低一些，要么是多给一些这玩意儿，对吧？让我能升级升多一些，要么是这个活动少出一点，要么是这个上限调高一点，反正 N 多办法都可以，就是不要说是放了一堆在这个仓库里用不了，这个是让人太难受，特别是让氪金大佬很难受。而这种游戏就是为了让氪金大佬爽的，你搞这么磕磕绊绊的搞成这样的，那谁还玩你的游戏？大佬都不玩，你拿什么去赚钱？赚屁毛钱！这里加654万，是因为刚刚升到了301级，所以能够用50个阴阳丹，对吧？这么一算，我又少了好几百万这个战力，所以这个游戏啊，就这三点，
是我觉得最最不爽的地方。然后明天是周日，我上星期说了，我上星期说的是到了周日晚上七点钟，我充值充完之后，我们就直接去做一下这个抽奖，到时候你们要记得来哦，到时候抽奖会给一些各种各样的礼物，就是直播的观众也可以来，然后看视频的观众也可以来，我们就抽完奖很快的就结束了，到时候你要回去再看视频也可以的，不影响。真心万贯碎片云飘飘开五个 OK， 银票开了，电话里头看一下，就妄图哪怕是只是以西瓜这个视频，我就不说我直播收入游戏收入还有其他油管的收入了，其他收入都不说，就我西瓜视频一年有三四十万的这个收入，吊打 B 站很多很多网很多很多的 UP， 他们 N 多的 UP， 甚至有一些七八十万粉丝的人他也赚不了那么多钱。这妄图贼牛逼的，这些喷子真的是找错地方了，惹错对象了。然后我们现在领一下邮件准备抽奖吧，开始领邮件啊，先把这个红包做一下。今天一会儿我们最后展示一下这个答题，今天刚好是中午对吧，我们去踢踢人，最后踢一次人，然后我们再和小西啊一起去切切水果，做一下情侣副本。哎，今天就贼完美，签到搞一下，物品都有使用上限。我刚说的那么多你没听懂吗？对吧，这个上限你可以有，但是你让我不爽了，这就不对。那我就问你，这个神兵有这个上限，那为什么这个坐骑，比如说坐骑的这个蓝灵果，坐骑的这个赤焰花，它为什么这个上限远远不满呢？对吧，为什么我这才到600，那个就已经满了很多了，对吧，这个设计的就不平衡，就不要瞎挑刺了好吧。我的这个建议我说的是让他去改的，这个不是说给大家听的，你又不去设计游戏，主播很牛的，不要以为说什么什么什么对吧，主播一定对得起各位，一定对得起各位。经验单搞起来，主播下周会搞一个大事情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，我估计那个视频绝对爆火贼厉害，等着下周我就揭晓谜底了。然后这儿天朝凡待会儿再开，搞一个什么待会儿再决定。元宝用一下，装备自选差不多要合一下这个装备了，这东西好多啊，稍微进阶一下。哇，感谢妄图最棒大大，豆沙饼吃一下，这个给他升一下级。我们还是先领邮件然后再合成哦，仙元石碎片，哇舒服，哇就领完了。对，因为今天好多 boss 还没有打完，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这个荒古秘境的 boss 今天还可以买五次，直接去打这个八百级 boss。对，就是取现金那个，到时候我要取三十二万，就是30万是游戏里要充的，然后32万，因为多2万是我要发给粉丝的福利，然后这里再买一下，到时候做出来那个视频啊倍儿香，到时候酸子就更多了啊。这个荒古秘境其实南岸星以前每天晚上帮我打完，他也很辛苦的，因为这一个 boss 就有30分钟的 CD， 他打完一个 boss， 他有30分钟的 CD 的话，他7个 boss。要打3-4个小时才能打完，所以南星每天晚上兢兢业业的帮我打很多很多 boss， 非常非常的感谢他。我今天也要直播，对吧？今天也是干饭人也要来赚钱呀，对吧？不录制素材怎么样通过视频赚钱呢？你们打直播打赏也不给什么礼物，对吧？给一些免费的礼物而已啊。然后小冲送礼来获取大奖，抽一下，再抽一下 ，OK。这个鲜花我们一会儿准备送的话，先合成一下，鲜花能不能合一个999？想着是最后再送小西一个999，哎，可惜只有6个99玫瑰，差了3个，可惜可惜，今天送不了了。别的我们就直接抽奖吧，来，